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欣姐，现在呢又到了澳洲吃水蜜桃的季节了啊。我是一个特别爱吃水蜜桃的人啊，澳洲的桃子是非常好的。可能大家去年如果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在网上订购了一些桃子啊，给大家也分享过。那这个时节呢，我都会订购一些水蜜桃啊。今年呢，我也是订购了一箱水蜜桃啊。上次不是没买到盐嘛，然后我告诉他让他帮我留一份这个盐啊，这次机会也拿过来了。然后大家呢可以看看我今天买了些什么东西啊。水蜜桃呢是4公斤，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看怎么样，看看是不是不错呀？水蜜桃特别好，拿一个看一眼啊。水蜜桃挺大的，这挺大。现在是这种硬硬的啊，你放个几天呢，它会软一点，但是呢，一舀里面那水特别多，很好吃，很甜。有4公斤，我们查查有几个啊？这是5个、6个、7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20个桃子啊，20个桃子32块钱澳币，就是这一个1.6块，一个8块钱人民币一个桃子的样子。反正我感觉就是这个桃子还是比较好吃的啊。我不知道国内现在那个水蜜桃的价格是多少钱啊？今年我买这个桃子呢，比去年贵了几块钱啊。但是呢，整个来说的品相还是没有变的。毕竟这个澳洲的物价确实也上涨了不少啊，就包括我们买牛奶呀，还有买一些其他的水果呀、苹果呀，都会涨价了。今天我订购的那个苹果还没到啊，那个苹果我订购的是36块钱，然后只有10个苹果啊，说是糖心儿的，特别好吃，但是今天没到货。如果到货的话，我再给大家分享那个苹果啊，他说很好吃的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吃桃子的人啊，所以对桃子的要求啊就比较高。说这油桃其实挺好吃的，我儿子就比较喜欢吃油桃，但我那种油桃啊，还有黄桃啊，我都不是很爱吃，我就爱吃这种稍微带一点毛毛的啊，这种水蜜桃啊，我觉得这个吃上去，刚要想吃脆的就嘎嘎脆的，刚开始吃，如果说想放2天，你就咬上稍微软了，但是也是很好吃的啊。以前没有团购的时候呢，我就到市场去买一些这个水蜜桃去吃。